您可以通过谈论动物的异同来帮助孩子了解动物。例如，如果您看到狗和鸟，则可以说，它们都是动物，它们长得什么样子？孩子可能会说，它们俩都发出声音。您可以说，它们都有眼睛。然后您可以问，它们有什么不同？孩子可能会说，鸟会飞，狗不会飞。您可能会说，鸟有羽毛，狗有毛皮。您可以对任何两只动物都按照这个方法对比。这可能是一种学习动物不同特征的有趣方式。